在空气中将一物体由静止状态放开，即为自由落体运动。若不计空气阻力及其他力之影响，且将物体所受地心引力视为固定不变时，此物体就做等加速度运动。这种情况下的加速度即为重力加速度。将电磁铁安装在自由落体仪，把线接至电磁铁，依序将 U 型光电管架设于自由落体仪。将电磁铁接线及 U 型光电管接头循序接入光电计时器，安装完毕。开启光电计时器电源，按下功能设定键后再按5，放置铁球，按下启动键，铁球即自由落下，依序按下储存呼叫键及对应光电计时器接孔位置之数字键。光电计时器之数据即为铁球掉落时间。